有人问问题，请问龙屁祖师级老奶奶都发愿投生都帅天特别功德区，再来世间度众生。如果祖师级老奶奶已经证阿罗汉果，还能倒驾人间度众吗？值得思考。我们昨晚有谈到阿罗汉果是指四相四果或修行的最高果位。假如以身份来分辨，有三种阿罗汉。第一是正等正觉佛陀，第二是辟支佛，第三是声闻，都是阿罗汉。辟支佛不太喜欢教导，所以有时候称为独觉。假如以波罗蜜就是以波罗蜜来排分辨，正等正觉佛陀是大阿罗汉，意思是波罗蜜最大，累积波罗蜜的时间最久，所以修了很多波罗蜜，波罗蜜最大是大阿罗汉的意思。假如证得阿罗汉后，阿罗汉果，不论是正等正觉佛陀、辟支佛或者声闻呢，涅槃后就进入涅槃，在涅槃处上的法身，有今年有一个专有名词，祖师称为脱身涅槃。法身顶髻上有一朵透明的莲花，在这种涅槃处上称为脱身涅槃，就是把外面17层身体都脱出去，只剩下阿罗汉果、阿罗汉法身，进入涅槃。所以顶髻上就是阿罗汉法身的长相，顶髻上有一朵透明的莲花。有正等正觉佛陀法身、声闻法身我们学过，像释迦牟尼佛就有阿罗汉声闻声闻弟子围绕着，都是法身也不只是一尊佛，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是 无量尊，所以就有好了几圈很多圈，无数圈。另外也有辟支佛法身、独觉或者圆觉，是单独坐着在脱身涅槃上，就是三种阿罗汉都在涅槃上了。就是理论实践与验证是一致的，各位是一致。所以经过修行的验证后，涅槃后，涅槃处上就是这样，这种情况，这是祖师讲的。那是如果我们把人分两种，凡夫跟圣人凡夫跟圣人两种境界，两种凡夫是还有烦恼的人，圣人是已经除掉烦恼，假如是阿罗汉果是除尽所有的烦恼除尽烦恼阿罗汉果除尽烦恼都不剩的就是清净。凡夫而且呢阿罗汉声闻跟正等正觉佛陀除尽烦恼是一样的，一样叫做除尽尽就是没有剩所以都没有烦恼，没有剩烦恼，都是清净的。那凡夫跟圣人，假如凡夫开始修行正得内在的禅定随心入禅定者禅拉皮布克拉就是随心入定禅定者就是更高一层，不过还是凡夫
更好的话，正得种性法身者，然后维持24个小时跟体内的法身，跟体内的种性法身合而为一啊，这种人叫做种性人物，โคตรปุคละโคตรปุคละ或者是种性人士啊，是半凡夫半圣人啊，各位，或者说一脚踩三界，一脚踩涅槃，然后踏上涅槃，不过后脚还踩在三界里，假如不够精进，可能会退步回到三界当凡夫，如果够精进就当圣人。不过大菩萨的境界，各位就会维持种性人士，证得种性法身，然后没有除尽烦恼，为了自己可以倒驾轮回度众的普度众生。像詹孔罗永老奶奶就讲过，谁要去涅槃，奶奶就随喜功德，奶奶自己呢还要留在三界里降魔，假如魔罗没有不被没有战胜魔罗的话，没有到达法的究竟，奶奶就不愿意进入涅槃所以就表示说奶奶维持种性人士这个阶段，半凡夫半圣人大菩萨的阶段祖师也是，祖师可以随心入涅槃进入涅槃，所以随心进入涅槃的人要当圣人是简单，不过不当为了方便在三界里度众普度众生。也曾经有新比丘在应该20多年前的新比丘问法圣师父师父您还有欲望吗还有烦恼还有欲望吗，师父就笑一笑说师父好久没有去看他了，不过师父认为他应该还在呀应该还在，但是很久没有去想他了就这样回答新比丘就懂所以祖师詹老奶奶法圣师父是这样，是大菩萨的阶段，证得种性法身，维持种性人士的阶段，所以可以倒驾轮回普度众生，但是不是阿罗汉法圣师父詹老奶奶跟祖师说他不是阿罗汉懂意思吗好，另外有居士问，时间过一点，不过龙屁认为值得回答，请问龙屁为什么感觉学佛多年，同时只要有机会多努力也修功德，可是感觉生活越来越辛苦，诸事不顺，虽然没有退心，但心非常累倦。第一，请龙屁开示是什么原因让我无法圆满世间的福报。第二，我应该如何面对不顺境的生活，我如何调整自己的佛法行持呢就是这样，修波罗蜜者的苦各位，就是不只是这位居士的苦，龙屁认为应该是全球大众的苦也是每一位修波罗蜜者都会面临同样这个问题，时好时坏，有上有下原因是世尊也曾经开示过，在轮回中是无常的情况，世尊曾经
大菩萨，各位想想看，曾经转世生为兔子、鸡、猪、鸭、马，坏人也当过，每一层天都去过，每一层地狱也去过。各位，当恶鬼、当阿修罗也当过，这是轮回的无常。各位，也是一种险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过去世啊，善也做，恶也造，善恶都有做，功德也修，恶业也做，或者是说，停修功德，不行善，但是没有造恶业，没有造恶啊，停修功德前世，停修功德，功德就有停顿，停顿后过去世无数的恶业就赶上，就来报应，就造成这种情况。本来功德回报就被恶业呀、被恶业抢机会呀、它的力量比较大，因为功德停顿嘛，恶业就抢跑到前面来报应。解决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各位，就让我们的心纯善，要纯善，然后，只要听祖师讲这句话，心透亮是最吉祥，透亮的心最吉祥，心透亮财源滚滚，各位，心透亮财源滚滚，怎样滚滚呢？就是这种情况，这样的情况，当各位意念功德啊，虽然现在是面对困境啊，很辛苦，因为目前这一颗恶业啊，恶业就正在报应中，不要紧，意念功德，意念功德，当自己意念功德了，心细念功德后，功德啊，就有机会呀、穿过恶业修的中心处，咻，跑到前面来，要累积意念功德到如同一个吸铁，磁场的力量够大、够强，才吸咻，后面功德球涌现上来。当其中一种功德啊，你能意念到法喜，意念到法喜，意念了之后，他就跑上来，跑上来后就带着后面其他功德跟着穿过恶业球的中心处，跑到前面来报应了。这就是方法，如何面对困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原则就是这样，不过实际要做呢，各位要整天意念功德，整天法喜充满，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佛也没说过，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功德不会回报，佛也没有这样说，佛说意念功德，行善功德会回报。当各位的心向善，功德一定回报的。不管是疫情的情况中，经济不景况啊，不景气的情况下，或者各种困境，都能过的。各位，好吗？